台湾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我们俩呢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，我叫马驰，我叫康云飞。我是呢咱们此次台湾行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相声演员，今年21岁，属猴的。对了，有时候你看我的动作也是毛手毛脚的。隆重介绍我旁边的我的搭档，介绍我康云飞。哎，人家可以说是青年相声中的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。谈不上。哎呦，人家相声说得好，瞧您说的，而且一直帮助着我，应该跟我共同探讨，教给我艺术。是是，人家在我们，而且在我们西安相声会馆，人家属于擎天博玉柱，哎呦，架海紫金梁，可是不行。底下那个墩子，哎，我让你夸我，不是，您是根基。瞧您说的，哎，这次我们来到台湾呢，也希望台湾观众呢能接受我们这种风格。对了，我们也会把最好笑、最火爆的相声段子奉献给您。没错，台湾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拜拜。